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英雄传说三只鬼姬。现在呢，我们的人在一个广场，然后我忘记我要做什么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忘记了，我没有骗各位。委托第四章，是不是？哦，琥珀之爱，这我都做完了。必要，这一次我上一次已达成，已达成。那我今天要做什么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对啊，我有点忘记我要做什么。看一下，我们听完马奇亚斯痛恨贵族的原因了。哎，接到了追加课题，好像是在加尔尼野区的珠宝店发生事情了。加尔尼野区发生事情是不是？好好好，对。哎，这里不能往下了，最下面了，所以我们要往加尔尼野区。原来如此，要去珠宝店了。哦，有人提醒我了。我们现在就去珠宝店。上一次我们打那个魔兽实在是太简单了，有没有？哎，来咯，要去抓怪盗了是不是？这里珠宝。哎，有空我应该把结局卡换回来，因为那个结局卡刚刚会闪，所以才把它换到内阶的。不好意思，你就是珠宝店的负责人吗？我们从帝都听说了盗窃事件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没错，我就是这里的店长。也就是说，各位就是托尔兹军官学校的，没错，我们是特科班七班的 A 组的学生。谢谢订阅，太好了。如果顺利的话，红莲之小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耶什么？红莲之小冠，这就是被偷东西的名字吗？哎呦，嗯，镶在上面最大颗的红钥匙，能夺走看到它的人的心，也是这一次会展中焦点中的焦点，据说价值1亿米拉。的国宝级后冠呢，一亿耶！哇，一亿米拉真是惊人，真的。你们不觉得这个订阅音效真的很恐怖吗？即便我玩的是这么和平的游戏，那个订阅音效真的都很恐怖哎。老实说，金额我实在难以想象。附带一提。那个原本要放在中央的展示柜里，我听说配合这一次的会展，还搭载了最新型的导力防盗系统，结果都没有用，一下就被盗了。哦，那都是我不小心的下场，因为根本没有开防盗系统，没有任何疏失。但是怪盗 B 的行动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。怪盗 B 就是那个。哪个怪盗 B？ 我听过传闻了，没想到真的现身了，真的有怪盗 B！ 怪盗 B 好像在哪里听过。哎呦，艾瑞特和马奇亚斯都知道他，都知道怪盗的 B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因为他在帝都是个挺有名的盗贼呢。我印象中，美的解放活动什么东西啊？美的解放活动，你们不觉得这听起来很好笑吗？啊，看到各位，台已经刚开始了，才刚开始，我们现在正在处理怪盗 B 的活动，好不好？处理怪盗 B。几年前，他因为自己的盗窃行为取了这个名字，曾经轰动一时。哎，怪盗 B。手法大胆且华丽，甚至有一部分的狂热支持者。怪盗 B 竟然有支持者！啊，这样我想起来了，
我记得他甚至从帝国军偷走藻力战车，是相当不得了的盗贼吧？快到 B， 相当不得了哎。嗯，那个事件很有名啊。这事我也略有耳闻。偷走藻力战车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我也不晓得哎。好像很强哦。附带一提，这一次是什么东西被偷呢？就珠宝啊，刚刚不是就说珠宝被偷了吗？为什么飞还问这种问题？怪盗 B 总是会在事前寄发各种犯罪预告的卡片文明，这次是不是也寄了卡片了？你说的没错。然后卡片上面写的是这样写的：我已经把后罐调包成假货了啊！被骗了，上当了，被骗了。啊，他们就是用这个，其实没有被调成假货。等到我们真的要去确认他们有没有被调成假货的时候，就被调成假货。但是其实这是怪盗 B 设下的陷阱。虽然信任防盗系统，但毕竟对方是那个怪盗 B， 所以我们以防万一，还是打开了展示柜确认的瞬间，他利用这个空档下手。怪盗 B 实在太邪恶了，也就是说是在那时直接被偷的吧？对，真是没面子，怎么会这样？附带一提，你们是不是没有看到犯人的长相？因为在那瞬间，店里的照明全部都被关掉了。再度亮起的时候，后罐已经不见踪影。这样啊，怪盗 B 不是普通人啊。那么向我们提出委托又是为了什么呢？请看这个，哎呦 ，B 的卡片呢？圣可丽兹的店长小姐，红莲之小罐，我收下了。但是只要在满足以下条件，我保证将它安然送回。这只是一场交易。一，不要向铁路宪兵队举报此事。一，又是一，为什么两个一？这是二吧？不知道。把同一封信的另外一张卡片交给托尔兹军官学校特科班七班 A 组，就是指明我们 A 组哎。为什么不指明 B 组？你是怪盗 B， 应该指明 B 组才对啊，不是吗？为什么要指明我 A 组？我 A 组惹到你了？这太夸张了！你看，又是一，不是应该三了吗？七班 A 组的同学们，通过我上面的卡片所写的各项考验，怪盗 B。这是我们要通过什么考验？好像在看戏，有种复杂的感觉。不过这个一直说是我们的行动而定，他愿意归还后官对吧？的确可以解除成这样。那么另一张卡片呢？现在就交给你们。拿到怪盗 B 的卡片呢？怪盗 B 的卡片呢？到底是什么卡片？怪盗 B 啊！托尔兹军官学校特科班七班 A 组，我们就是。若想拿到宝物，请接受我的挑战。对呀、啊，今天是愚人节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愚弄我的？说要还我，结果做了一大堆事情都没有还我，就被愚弄了。钥匙全部在绯色之都。第一个钥匙是拥有狮子心的霸者，看看自己脚边吧。所以要去圆环吗？这是谜语。还要猜灯谜耶！我的天哪，还要猜灯谜耶！绯色之都想必是指帝都啊，还有拥有狮子心的霸者，看看自己的脚边吧。所以我们要去那个圆环，就是那个皇宫前面那个，我一直在那边跑，上一集那边一直在那边跑。要以这句话为线索找到城里的宝物吗？恐怕是吧。所以各位愿意帮忙吗？嗯，当然。既然被这样挑衅，我们也不能不吭声了。好，快点出发吧。
谢谢你们，万事拜托了。等等，进行珠宝店的盗窃事件，要解谜了，我们先走出去吧。我们要拿到宝藏，然后回来还给他吧。今天延迟有点严重，导致我走路都不顺。走路都不顺是怎么回事？门在这，大门在哪里？哎，请问大门在哪里？哦，大门在这，我连大门都走不出去。太惨了，好了，出来了。我们要先去那个狮子星。行こっか。行こっか。マイル。僕の番だね。任せるがよい。今天还是要他，好不好？帝都地下道，天跑前往其他区域。那个应该是广场这个吧？凯德莱凯尔兹广场，应该是这个。安安啊，各位，这里啦，应该在这里啊。那个狮子王者狮子星的脚下就在这。又撞到了，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？有一个红点，脚下，脚下有吗？脚后跟看看。对不起啊，今天我换了一张截取卡，延迟真的很重哎。找到了。不可能这么快就解开了吧？拥有狮子心的霸者就是他了吧？看来这尊莱德凯尔斯大帝的雕像觉得很可疑。狮子心再加上霸者，想到狮子心皇帝呀、啊。而且在帝都说到大帝，这尊雕像是最有名的。我想这样一想，应该是这里没有错。下一句话是看看自己的脚边吗？嗯，调查看看。B， 哦，不行，我不能这样念。B， 嗯，这张卡片吧，跟怪盗 B 用的是同一种类型的。哦，怪盗 B， 怪盗 B 的卡片。哦，可以解读是这样，我们猜对了吗？嗯，不知道，先看看内容吧。B 的卡片，第二个钥匙，透光的庭园，东北宝座，透光的庭园是公园吗？第二个钥匙，也就是说，跟刚刚一样，又要过去找了吗？看来不会错的，真是胡闹。嗯，但现在只能暂且追着卡片了。对啊，只能这样了。透光的庭园，东北的宝座啊，真是麻烦。在这到底指的是哪里？对啊，到底指的是哪里？一个嘎，一个嘎，我又换到人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要换人的，我是要跳略，前往其他区域。我觉得应该是圣母公园，不晓得是不是有。哇哦，这里有没有？透光的庭园，感觉就是在那一栋建筑物里面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你们走，透光的庭园，这里好多人哦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对啊，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？之前没有这么多人啊，先跟你讲话好了。去查一下好不好？搞不好有可疑之辈混在里面。禁卫军哎，看一下，你讲话。禁卫就是强硬态度，这些人都是贵族，多半出身平民的宪卫队根本就水火不容。到底在查什么？我们可以进去了。透光的庭园，感觉我中了，猜中了。水晶庭园，这里是你吗？是不是你？你就是怪盗 B？ 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装饰数量根本不够啊！得快点联络，赶快补充才行。不是这吗？居然不是这，是你吗？小姐，是你吗？这里面是一个，这些职员中好像有几个实际参与园游会营运的样子。因为宾客很多，好像很辛苦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也想参加。
毕竟可以近距离的拜见芬艾尔芬殿下。艾尔芬殿下，我的声音开大一点是不是？有点小，是背景音乐太大吗？我把背景音乐调小一点，应该就好一点。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呢？这样应该好一点，好不好？我把那个背景声关小了。我要前往，不用，这里不用动。我要看一下地图。哎，在这里有没有？就在那。怪盗 B 就在这。来喽，找到喽。有，我调了一下。有，透光庭园是这里没错吧？我看到一个怪盗 B 的卡片了。应该是指这座水晶庭园吧。水晶庭园哦，我找到了哦。然后东北宝座也可以是指这张椅子。既然如此，最可疑的就是设置在东北方这个长椅了吧。哎呦，这是找到了，叮，取得怪盗 B 的卡片，猜对了呢。那么下一个写什么，让我看看哦。还有哦，第三只钥匙，昔日之撑起帝国东方一角的勇士们，卸下手甲后休息的圆桌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完全不知道哎，怎么办？这样还会太小声吗？我已经把那个背景的声音调小一点了，应该还好吧？怎么办？这个有点问题哦。有点难度哦。昔日之撑起帝国，撑起帝都东方一角的勇士们，卸下手甲后休憩的圆桌，又是很难懂的叙述，真的很难懂哎。但是我们得努力找到才行。呵呵，各位又见面了，哎呦。这个声音是，你就是怪盗对不对？是不是你？叫什么来着？布鲁什么的，布鲁布兰男爵吧？你是不是就是怪盗 B？